圣诞节是讲上帝的能力，原来主耶稣基督的降世是讲能力来的。很多人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呢，喜欢那个气氛。其实圣诞节的气氛是真的是很好，这个气氛是很快会过去的。气氛，我们纪念主耶稣的降世，这是一个纪念性的事，但是各位会发现会很快要进到实际的情况，实际的生活里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能力，实际的生活上需要能力。其实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因为那个问题本身，不是各位家庭里面的经济里面的不是现在各位愁烦的那件事情，是你没有那个能力能够胜过那个东西。其实基督他降世是要带出这个能字，原来不可能的成为可能，原来超出科学的、超出人的有限的，是没有人认识这个东西，所以人全部留在痛苦里面，人心里面天天惧怕、无奈的、没有方向的。但是耶稣基督叫人看见，原来在上帝里面能。